到至极境时，生家夫或端坐二生药，低手向前引气，口出丁哄，先急则小声而饮，后混则大声而饮，清净喉之气后，令眼近处皆能够听闻声音，如是以口之倒饮而震动身，以震身而震脉，以震脉而震菩提心，由此而生乐，针对气引提向上，身强体健，容光焕发，便以下行气能够得自在。告诉大家，我演练一遍给大家看啊，演练一遍给大家看。这个也是开喉轮的方法，把喉轮这边打开，把喉轮先清净，然后你自己全身也会清净。这个是一波浪道，一波浪道。你先把下行气引到喉轮，再压喉结，稍微低下来，然后连丁哄。由小声到大声，到很大的声音，然后由这个丁哄两个字震动全身，让你的脉能够震动，包括震动你的全身，是这样子。就把你全身的脉全部震动，由小声到大声。但是晚上十点以后，你不要在你的家这样子念，会把整个大楼社区的人全部吵醒，然后这警察会敲你的门。